第十七题，取氧气和臭氧各16公克，何者所含的分子数较多？那么这个有可以有比较直觉的想法，也可以有比较啰嗦、比较严谨的想法。我们用比较啰嗦、比较严谨的想法来讲，那么所含的分子数呢，就是我们氧气跟臭氧的摩尔数的比。那么摩尔的算法是呢，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那么氧气呢，分子量32，16公克除以32呢，就是二分之一。所以我们的氧气呢有二分之一摩尔。那我们的臭氧呢，它的分子量呢是48，那我们有16公克呢，所以就三分之一摩尔。所以氧气有二分之一摩尔，臭氧有三分之一摩尔，所以氧气的分子数呢比较多。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何者所含的分子数较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氧气。